法院刚来通知，以证据不足为理由，拒绝受理离婚官司。何谓证据不足？文秀，这是托词。我暗中查访了一下，这跟小罗网有关系。在他的威胁恐吓之下，法院竟然不敢受理。我文秀受了皇后9年的欺凌，到头来还要受一个太监的暗算，真是滑稽。何谓证据不足？师弟9年未谋一姓，孤卿独抱西泪暗流，备受虐待不堪忍受，这样的婚姻天下罕有，还要怎样的证据？出热闹啊！这小妃子登出尾巴来了啊！侍弟9年未蒙一姓，感情这小妃子到现在还是个老处女。我瞧，要真是个老处女，等她跟皇帝哥哥离了婚，我一定得把她给娶过来，咱也尝尝妃子的滋味儿。行，这都轮着你呢，我干嘛的呀？你能干嘛呀？哥四个。干脆咱们一块儿娶了她得了，轮着睡啊！我看好。真够厚颜无耻的，就连未蒙一姓的事儿都嚷到满世界去了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个老处女，明就是急着想把自己嫁出去。她还抱怨什么呀？我这个皇后，不也是？9年未蒙。皇上，不妙，不妙，大不妙了！刚才黎天民来了通知，说是如果天津地方法院不肯受理的话，他就要把官司打到南京去了。错了，老太太，这没有什么小忙大忙，您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吧。没错，俺小忙上次带俺就是来的这儿，你继续告诉一声，就说俺来了。哎呀，快走吧，老太太。实话告诉您，这可是皇上爷住的地儿。我说的没错吧？皇上爷就是俺小忙。哎呀，快走吧，老太太，我求求您了。您要是再折腾的话，我可要送您去衙门了。俺折腾啥了？俺看俺小忙都不行。小忙。启禀皇上，外边进来一人，一直在叫您的小名，
听声像是二嬷。二嬷？嗯，奴才眼拙没看清，听声是呢。真的是二嬷。走吧，二嬷。顺子，小毛。二嬷。小毛。真的是你来了。二嬷放心不下你来看看，你不会怪二嬷添乱吧？不会不会，朕心里也正想着二嬷呢。小毛。哎，您请。哎。这老太太到底是什么人物？什么人物？皇上就是吃她的奶长大的。你没听说过，皇婶宁可不要太妃，也不能不要二嬷。你小子是脑袋想搬家的？哎，二嬷请坐，这个给我。哎，别别别，太脏了，别脏了。没事没事，来。哎，喝。二嬷，这是你养的鸡啊？是啊，给小猫补补身子。哦。我还给你带了点小米儿、栗子、花生。真是多谢二嬷了。小毛又瘦了，走心思了不是啊？哎，二嬷，来。哎呦呦呦！你看，二嬷老糊涂了。小毛不喜欢抽烟呐。哎呀，不不不，二嬷不抽，你抽吧，你抽吧。小猫喜欢看着二嬷抽烟吗？抽了。你是哪儿的人啊？我是当地的。皇上，御膳房说皇上不传膳了，只吃二嬷炖的鸡，可是真的？嗯。皇上龙体岂能随意糟蹋？二嬷专门为朕养的鸡，又一路颠簸的给朕送来，朕怎能不吃服了他的好意呢？那也不该让他亲自下厨啊，手也不洗，多脏啊！你就会挑三挑四的。你若是能学会多替别人想想，淑妃也不会离宫出走了。下去吧。皇后娘娘。鸡汤比御膳房的厨子做的都好。二嬷哪能跟人家比呢？哎呀，我知道这是小毛哄二嬷乐呵的。来，二嬷，我不用不用，你先喝，你喝你喝。哎，真是好喝呀。二嬷，一起用吧。不用不用，二嬷看着你喝呀。就比什么都高兴，喝吧喝吧，多喝点啊。小毛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小猫如果不是身为帝王，真是情愿跟二嬷回到乡下去过一过平静的日子。
可是小毛现在是四面楚歌，诸事不顺，我进不得，我退不能，我上无颜面对列祖列宗，下无颜面对黎民百姓。小毛心里很苦，可是连个诉说的人都没有。哎呀，小毛啊，二魔斗大的子不是一个，帮不了你什么忙。二魔呀，就知道一条死理儿。这眼下吃不饱饭的穷苦人家可太多了呀，小毛，这事儿你可得管呐。你是皇上爷，你不管哪个来管呢？饿死人，老天都不饶啊！小毛管，小毛一定管。二魔，这次你走的时候，我让他们多带点东西给你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小毛，二魔不图别的，二魔就图你平平安安的，好让天下的穷苦人家都能吃饱饭。好，小毛记住二魔这句话。小毛啊，二魔还想去看看文秀，你看行吗？他现在不在这儿。二魔知道，二魔住在乡下就听说了你们要闹离婚，二魔呀就是为这事儿赶来的。怎么整的呢？皇上爷还有离婚这一说吗？二魔就劝劝他，先把状子给撤了。啊，二魔，小毛本也不想伤害文秀，可是有些事情真是身不由己啊。烦二魔把这话捎给文秀。哎哎，我会跟他讲。多谢二魔。Stop! You cannot go inside. This is the American consulate. 啊，找俺文秀，俺文秀就住在这儿。Stop right here. 文秀住在这儿，咋的了？不让俺进啊？说什么呢？嘟嘟囔囔的，你不让进俺就喊了，文秀，文秀。是人家的，二魔要进去看看你，他都不让。走，跟二魔走，二魔给你找个地方住。二魔，咋的了？三年没见，就跟二魔生分了？二魔，我好多嗑要跟你唠呢，你就不想听听？走吧。就是这儿。娘娘吉祥，老太太您来了。哟，你们
皇上当初吩咐我们姐妹俩在这里伺候老太太，没有皇上的吩咐，我们怎敢擅自离开？也好，你们就留下来呀，伺候文秀姑娘吧。二嬷，这，哎，谢谢娘娘。来来来，进来。三年前送给俺的，要给俺养老送终。哎呀，可是俺哪是住着楼房的命呢，来过一回就回乡下去了。文秀姑娘，你就先委屈委屈，就住这儿吧，住在那个大鼻子家里总不是个事儿，你说呢？文秀在这要跟皇上打离婚，二嬷非但没有责备文秀一句，反而将紫园让给文秀。文秀这心里过意不去。这又说远了，不是？当年小毛圈选皇后、皇妃的时候，你的相片还是二嬷递上去的呢。二嬷呀，奶过小毛，也哄过你，在二嬷的心里，你们俩都是二嬷的孩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文秀心里也一直没有忘了二嬷的疼怜。文秀姑娘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二嬷斗大的字不识一个，也不懂得啥道理，要是说了不中听的话，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二嬷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劝劝你，把那状子撤了吧，别再告小毛了，小毛也有苦衷啊。紫禁城，二嬷也知道文秀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二嬷也曾替文秀委屈抱怨过。自从离开紫禁城来到天津，非但没有见好，反而更是雪上加霜。二嬷，不是文秀存心要跟皇上过不去，是文秀这心里实在是忍受不下去了。莫哭莫哭，二嬷心里有数啊。婉容姑娘也真是太……哎，以前的事儿不说她了，往后啊你就住这儿。二嬷让小毛隔三差五的过来躲开婉容姑娘不就得了？这不成了别居了吗？哎，二嬷不懂什么杀局，二嬷只知道不离婚比什么都好。你要是愿意呀、啊，小毛那儿，二嬷去说。二嬷，文秀，你先莫急，你先想一想，想好了再给二嬷个回话，行吧？可不管怎么说呀，你先把那状子撤了，小毛是皇上啊，你让小毛去过堂受审，让他的脸往哪儿搁呀？嗯，打人不打脸呢、啊、文秀，二嬷说的对吧？ただいま中野正雄大尉軍の命令より参りました。ご報告申し上げます。
ただいま中野大尉、軍の命令より参りました。いつでも何なりご命令ください。脱げ。は？命令を従わないの？え？服脱ぐんですか？僕たちは手だこの軍人です。軍とで戦うじゃない。頭使う。わだか？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以後你要跟我讲中国话。你能被选择当我的助手，应该感到很荣幸。我所从事的是一场伟大又特殊的战争，它将改变整个中国，这正是大本营最需要的。知道我为什么选中你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你的父亲是日本人，可是你的母亲是中国人。你十五岁之前一直长在大连，对吗？嗨，是。看来你对满洲的情况是相当了解喽。啊，嗨。中野大卫，有。大本营刚才发来密电，说东北大局已定，可惜皇帝陛下却因为离婚之事迟迟不能成行，对此大本营非常不满。所以要想让皇帝陛下及早成行的话，离婚之事就必须速速了断。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，记得要办得干净利落，不得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方子小姐是想……大本营的既定方针不能受到干扰。明白，我把那个闹事的皇妃娘娘清理掉。你什么都不明白，现在如果把皇妃娘娘处理掉的话，势必会引起轩然大波。那么你不要老想着他，就凭他一个人也打不了离婚呢。这离婚的主谋定是那个黎天明。哼，你要学会釜底抽薪，知道吗？是。报上说文秀的离婚是一场妃子革命，看来现在到处都在闹革命了。还说什么呢？说文秀为争取自由而演出千古绝唱。就没骂他的？当然有了，还不少呢。你听这段，身为皇妃不懂礼仪，竟然违背三纲五常，惹天下人耻笑，
实乃大逆不道，此番受奸人挑唆，惹是生非。很显然，这个奸人就是你和我了。在这些遗老遗少们的眼里啊，这件事情确实是不可思议的。是替我，一定是冲着我来的。天明，这场官司我不想再打下去了，我想撤诉。你后悔了？倒不是后悔，只怕这官司没有打完，你和如玉都会出意外的。你打算重新回静园吗？不，我已经离开了静园，就不准备再回去了。我想先住在紫园，离开了静园，日子总会好过一些。天明，你是不是对我失望？坦白地说，作为朋友，我确实非常的失望。可是作为律师，我尊重我的当事人的选择。如果你要停止这场官司，我会将诉讼马上撤回。淑妃娘娘虽撤回了诉讼，免去了对簿公堂之仇，可现在又住进了紫园，皇上如是定期临幸，那岂不成了别居了吗？皇上，您断断不可答应。哎呀，别居总比离了好。皇上，依臣之见，这虽不是上策，但也不是下策。皇上，不妨答应下来。哎，此封一开，日后淑妃娘娘再加重砝码，得寸进尺，那如何是好？再说，这事儿还没有跟日本人商议。这种事儿要跟日本人商议的吗？臣的意思是，我们现在住的是日本的租界地，皇上的安全尚可保证，可紫园已经出了日本租界地了。十四格格到。
听说你要答应淑妃娘娘别居的请求，这是真的吗？这是朕的家事，你就不必费心了。家事？你的家事再小，也是大清王朝的大事。朕如果连这件事情都不能做主的话，看去不去东北这事，朕就要再考虑考虑。皇上息怒，我是为皇上的安全着想，现在紫园已经出了租界，怕皇上的安全没有保障啊。朕已经决定了，不可更改。既然皇上执意要别居，我就亲自带人到紫园去警卫，望皇上恩准了。好吧。淑妃娘娘吉祥。草娥，你也过来了。娘娘，草娥想来伺候娘娘，就向皇上请求，皇上还真答应了。你过来就好，我也多一个伴儿。娘娘请，老太太请。淑妃娘娘，二嬷也就放心了。二嬷才仁义呢，这回啊，要不是二嬷说情，娘娘怕是也回不到这儿来，草娥你就没机会伺候娘娘了。瞧这嘴巴多甜呐、啊！哎呀，二嬷呀没有福气，要是能有你这么个闺女啊，怕是夜里睡觉都要笑醒了呢。请到楼下恭候。娘娘，皇上有旨，紫园的安全由我负责，这是皇上的手谕。皇上好糊涂啊，他不明白家贼难防。您说什么？这话你最清楚，既然是来做警卫的，应该在楼下站岗放哨，不应该到楼上来，你可以下去了。娘娘，
皇上让他来紫园，还不如送了一只狼。娘娘别怕，有草娥在，有啥事儿草娥替娘娘先挡着。把这个给皇上，皇上看了就明白了。哎，他不知道，这紫苑留着这么个不男不女的东西，早晚还得出事儿。快去吧。嗯。皇上素日重用你，我以为你如何本事，没想到你竟然这等无能。臣不才，没能废了淑妃不说，反倒弄出个别居。我这个皇后岂不成了碍眼的摆设了？这都是皇上裁可的，皇后娘娘可以向皇上陈述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听谁的呀？还不是听你们的吗？你别老吭吭吭。平时听，皇上这次他不听了。偏就这次不听了，我实在是气不过。臣查过民国六权大法，那上面写的很清楚，妻子可以提出诉讼离婚，而小妾却不可以。就皇上皇后与淑妃的关系而言，皇后娘娘乃正宫，淑妃娘娘乃侧室，与百姓家的小妾无异。你啰啰嗦嗦的说些什么呀？臣的意思是，按照民国六权大法，淑妃根本没有离婚的资格，而皇后娘娘有。或许只有皇后娘娘才能劝皇上改变主意。这就去找皇上。
皇上果真要别居紫园？皇上如真要别居，那婉容还算是皇后吗？皇上要去，先把婉容废了再去吧。你这是在要挟朕吗？婉容不敢，婉容只是觉得心里委屈。要打离婚，那才是真正的要挟。婉容也可以学民国六权大法上说的明白，淑妃为妾根本无离婚资格，但婉容作为正宫娘娘有。怎么，你也想跟朕离婚了？如果皇上执意要别居紫园，那婉容……好，那朕就成全你，先把你废为庶民，然后你再跟朕离婚吧。皇上，皇上这话不是逼婉容去死吗？我可没逼你，想去你就去吧。来人，这移驾紫园。这就成。